阮小姐，你是？我叫戴杰，我呢是做金融工作的，业余爱好就是玩摄影、打高尔夫什么的。平时呢也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爬爬山、拍拍照。嗯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？我也说不清楚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眼缘。我知道你这几年一直单身。 咱俩还挺像的，恢复单身，万能的朋友圈求一个帅气又懂我会摄影的男朋友。我当时看你照片第一眼，我就觉得这个女孩。我觉得你可以。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闺蜜乔雨菲。啊，阮小姐，这是有什么新的玩笑梗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把她的微信推给你了，你加她一下，你是她喜欢的类型。 阮小姐，不是，我有点不太明白，和我相亲的是你啊，你给我介绍别的女生不太好。对不起。 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阮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快点说。反反复复，就让我一个人去压抑。沉迷，然后又清醒，你无需揭晓我的秘密。 回忆被暂停。对不起，现在的我过得很好，只是一直会想起你，一直会看见你，一直会希望你还在我身边。 林，你还活着，对不对？反反复复。